第十二题，已知碳的原子量为12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，根据目前的定义，那么东西的一摩尔，它的质量就会等于它的原子量或分子量，所以碳的原子量是12，就表示一摩尔碳就是12克。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一摩尔碳原子的质量为12公克。